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修华严不智梦境还原观》，莲名第五条看起啊，五入五智，一者教化清晰。立言记，你者观临十波绝欲记，三者兴起反省法逆记，四者定功显现无量记，五者树立显通回向记。咱将下面这条也念落去，六起六观，一者涅槃归心真空观，二者众心现境妙幽观，三者心境秘密圆融观，四者地心影现众眼观。五者多心立一境上观，六者主判复现地蒙观。延修大师将《华严经》修学的方法，特别是去立《华严经》界。像世尊在七部大经里面所讲的关于修学起立境界的重点，伊家伊用真简单的六条来列出来，这篇文章。在大乘教内面，伊啊，算讲是论。论呢，是解释佛所说的一切经。也论有两种，实际上就是注解，论算是注解。啊，一种呢，是解释经的，按照经文。一句一句的来解释，叫释经论，就是解释经的。就像清凉大师，伊所做的《华严经》所抄，那就算是释经论。但是大师不用论，用所抄，这是谦虚。为什么呢？用所抄的意思啊。就是讲，可能我讲的也有一寡所在无妥当，希望后人啊帮我改正，这有谦虚的意思。如果讲论呢，论是佛的弟子，像菩萨、严格阿罗汉，因解释经啊，解释个完全正确的，就是佛的意思啊，永远流传落去啊，一字拢袂用改。这称之为论，所以啊，这论的地位就高咯，说啊就较谦虚咯。现在人解释佛经，连所抄也唔敢讲，用什么呢？用讲义，用这个注解啊，这就更加谦虚咯。所以啊，即系用的词咧，咱拢爱了解啊。另外一种啊，叫做中经论，总唔是解释经。是从经内面重要的意思提出来讨论啊，譬如讲《儒家师地论》就属于这个中经论的啊，伊唔是解释一部经，完全是讲这个
佛啊，伫一切经内面讲的唯识法相，伊啊归纳做一个。这大智多论是解释经，解释大不济经呢。啊，所以啊，这拢是经论分量就真重咯。啊，拢是决定无错误的。延寿国师啊，这篇文章呢，伫华严宗内面会使讲是总经论啊，伊是依据《华严经》内面所讲的，即系教义，佮伊特别提出来，归纳做六条，教咱怎样修行，怎样来确立《华严经》界。也都是啊，成佛啦！一六条头前啊，有够注意提示个头前三条，现一体去利用是三遍，这是属看破。后面三条呢是属放下啊，你看放下第一伊讲个啊，自性内面的这个四德、性德。这非常重要啊！一切诸佛菩萨应化的是法界啊，拢是伫咧行四德。念五智起六观呢，这是个下难。智也是放下，观也是看破。你甲看这六条意思，你。一个觉悟的人，咱通常讲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，伊就是看破以后啊，就放下。啊，咱修行呢，啊，咱是凡夫修行，咱先放下，然后才看破。啊，我智啊是放下，放下六观是看破，先放下，然后就看破。啊，这个内面的意思非常的深广，时间给它讲紧了。这个头前的这个念名是列出供应的名称，后面啊就是一条一条详细来个解释，我讲。这个时间啊，计个真紧啊！啊，咱今仔是第五天咯。啊，咱学到这个所在咧，啊，后面既然有详细解释咧，我伫这地咧就从这段啊，甲伊升起来，甲大家讲，学佛一定都要先放下。无放下看未破，为甚物？无放下是障碍啊！所以先放下后看破。到这个入门咯，下面啊，即入门啊，迄就会详细讲咯，非常的有趣味。对啊，先一体一条一条啊，咱来学习。啊，今仔日我利用这个时间。甲各位同学来讲一个，算是专题啦。《金刚明经》内面讲的这个讲经的四种利益，现在讲经的人太少了，我未劝各位，无论是出家啊。在家啊，应当发心出来讲经。讲经是为了什么呢？真正是造福惠民啊！恶气净化了，一定爱发心，助力利他。出家应该都有释迦牟尼佛，
在个技术应该都要有微末中价。释迦牟尼佛出现的迄个时代，这个世间是两尊佛出世，诸位拢知影释迦牟尼佛，因为释迦牟尼佛出家了，所以名气真大，就是、出家的佛啦。也有一位在家佛，大家说佛咯，为摩基师是在家佛，嘛是讲经说法。你甲看卖世尊的弟子目犍连舍利弗，听为摩基师讲经，嘛是顶礼三拜。有了三节，你看见维摩基师的礼节，甲见啊释迦牟尼佛的礼节是完全共款。现在学佛的人疏忽了，唔知影，这是教咱什么呢？教导咱尊师重道啊！伫讲堂诶，大佛说法，伊是老师诶地位啊。目犍连舍利弗虽然是出家啊，正到阿罗汉久咯，对待老师礼节一点啊都未使失去。因的表演拢是做予咱后来的人看的，出家人是毋是使甲在家人学呢？目犍连舍利弗拢是出家人，是世界大地主啊，十大地主之一啊。听维摩基师讲经，迄敢是在甲在家人学习呢？佛法是师道啊，师道第一大的就是老师啊。释迦牟尼佛是老师，维摩基师嘛是老师啊。世尊讲经，维摩基师赞叹；维摩基师讲经，释迦牟尼佛赞叹。无将技术变低啊，这一定爱捌啦。只是一个出家，一个在家而已，拢有丰富的使命，何止正法，弘化利生，所以这道理一定爱捌啦。唔能讲认为讲一个出家就是最大的啊。对有技术就看不起，就错误。这个是你啊，细心嘛去观察，世尊当年在世所表演，你就会完全的明白咯。佛法是平等法，平等法内面，佛陀常常教导咱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。咱无开悟，一定爱知影通孝亲尊师，一定爱知影认真学习，弘护正法，当作佛，当我众生。咱看讲经的四种利益，这是出自《金刚明经》顶面的。头前有两行经文，这个经就是《金刚明经》，虚空中菩萨幻色天定，
凡是大梵天，色是地，色天，这些人在这个法会里面听佛讲经，伊起来便敷衍向佛请教，伊讲六祖国土有令讲说出金光明微妙经典，有其国土亦是利益。这是讲，在这个地区，在这个城市，在啊一个国家，有会晓讲这部经典《金光明经》啊，无讲到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啊，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在中国历代祖师，不管是多少宗派，拢承认讲是经中之王啊，是根本法轮。其他一切经甲华严来比咧，迄就叫做机修，就一张大手共款。华严是根本，所有一切经是这张大手的这个机修。啊、所以华严也称为一切经。大乘内面讲一切经，不是讲真多真多，不是一切经，就是讲华严经。华严经是一切经的根本呐、啊。对于一个国家地区，一定会得到了四种的利益。后面就给咱讲出这个四种。第一种，国土皆相益，为若有国土讲说出经者，国王群众势力强盛，无助万敌，积益消毒，寿命寿长，吉祥安乐，正法兴隆也。这是第一个利益。啊，在这个国家地区讲经，大圣国王为什么无要提文武大臣呢？文武大臣就包括在国王的当中。啊，讲到这军队，军队是保卫国家呀。啊，势力啊就强盛了、哦。为什么呢？国王大臣啊，这个文武百官啊，拢会啊。依照如来经教修行，烦恼轻，智慧长啊，迄都是势力强盛的因素啊。所以早年，我伫台湾的时阵。有几多年，佛教会举行护国释灾法会，念《楞严经》，我也有去参加一摆。我讲什么的《楞严经》啊？我会记得讲了二十天。一天啊，两小时，讲二十天。当然，《楞严经》的经义啊，也是有相当的深广啊。细说
二十天啊是讲袂完呢。啊，我讲大意啊，我会记我还是有列一个表，无用经文，用表来讲，讲玲珑经大意。玲珑发挥，佛讲玲珑经啊。到的国王应当是用智慧来治理国家，用民主啊来化解问题，啊，武力啊是最后的后盾啊。诸佛如来，您家无敌啊！迄、那个利益就无比的殊胜啊，所以也是咱中国老祖先的话：建国军民，教学为先。国家拄着困难，拄着灾难咯，要安怎呢？教学啊！所以玲珑发挥是教学。这个教学里面所讨论的，就是先前遇到困难的这些问题，比如现在啊，咱这个世界就麻烦了。第一个，现在金融风波，大家拢知影，所以你甲看。真多资讯的内面啊，传达予咱，唔只是金融风波，牛市的短缺，能源的危机，自然灾害，都来了，这要安怎呢？那是伫世尊当年的时阵，刚经教学，哦，这的学者专家拢总个集合起来研究讨论这个问题，而且来建立共识，集中大家的智慧化解问题，有道理啊，无迷信啊，唔是讲国家拄着灾难咯，找一百个法师从玲珑经来念几工啊。灾难就会消去，哪有这种道理呢？这谁人相信啊？啊，所以讲经的目的啊，是要让咱冷静下来，将忧虑烦恼放下，心定下来咯。清净心生智慧啊，有智慧就会解决问题。伊是顺着这个道理来啊，这是咱必须爱了解。所以说世间大圣大贤，拢是用这个方法，这是教学啊。无主万敌啊，万是群众的万分。现在这个世间太普遍了，所谓万天幽灵啊，这不是好现象，这是灾难的五条啊。敌是对敌，是对立，是矛盾呢，是冲突呢。这个会把世间啊带来灾难，这个、必须要化解，用智慧，用理智，用慈悲化解
一般人的万分啊，也化解敌对啊，咱和平相处，共存共赢。啊，避免天灾人祸发生。下面过来讲疾病啊，这个疾病是什么？瘟疫，而且真可怕、哦。啊，瘟疫都是传染病，种类真多。哦，我伊是突发，无药通来治疗，即、这个前一段时期，有同修对网络的顶面下载一个消息，互我看，那就是世界卫生组织发表的警告，叫大家都提防瘟疫。这个、名字我袂记得了。讲这瘟疫爆发的时阵会非常严重，无疫苗能甲对治。大概的时阵啊，传染到这个病，四小时就会死亡啊，真紧啊！这个报道呢，叫啊全世界拢爱提防啊，惊是讲伫整个世界来蔓延，也估计呢世界上会死3亿人以上啊，这真可怕！叫咱来小心来防止，但是用什么方法防止？这个消息啊，真短，就无详细说明了。可是伫佛法内面，都有防止瘟疫，那只有自然的灾害啊，有方法。华严经讲得真清楚啊，这灾害怎样发生？是什么原因发生呢？楞严经上讲得真清楚。啊，咱这边梦境还原观头前的三段就讲得真明白。伊讲什么呢？讲宇宙的起源，这世界安怎来？生命的起源，我对于倒位来？在心中内面，祖师教学人参究，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。佛在这部大经里面跟人讲，一个开头就跟人讲，华中世界品，世界成就品，讲宇宙的来源啊，宇宙太大太大了。咱今仔日的科技，今仔日的天文学，会当观察到的宇宙是极小部分的。对什么所在来？为什么有宇宙？所以第一段讲显一体啊，一体是什么呢？是真如，是自性，是本性，也叫做法性。名词真多，拢是讲一件代志。一件代志，佛讲了十几个名称，为什么？叫他唔通去执着，唔通分别，只要讲的也是这个意思就好了。用意啊，伫即地啊，唔是故意讲真侪名词，就是啊，叫咱唔通分别，唔通执着，你啊，才会当回头啊，你啊，才会找到自性啊，就是佛家讲的啊，明心。见性，性呢是宇宙的本体，
是性命的根源呐，拢是现呢。自性毋是精神，也毋是物质，也袂当讲是自然现象，甚物都讲袂着。古代的啊，伊建成的时阵，有人啊，甲伊问。这个性是甚么呢？你讲给我看卖。伊的回答是：说事一物就不中，讲不出来啊。可是讲不出来，释迦牟尼佛甲咱讲出来了。那是甚么呢？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。讲自性的体相、理事、因果，讲个详详细细。啊，咱个知影讲，中国唐朝慧能大师明心见性，啊，伊甲五祖林和尚报告，讲了22。五祖听了后，无错，伊爸就传给伊咯。这22，伊讲好奇诸生，这是一个问话啊，无想到诸生啊，本自清净，这头一句，本不生灭，本不生灭，就是大涅槃啊。本自故叫本无动摇，灵性万法。有着生命是对遐生啊，伊会生啊。慧能大师讲的这个22，甲注意讲，若要详细讲，就是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。将《华严经》啊浓缩的时阵，就这22，不增不减。一个是略说，一个是细说。这两个啊，明心见性的人，你看，甲咱做一个模样，甲咱表演呢，这咱来办啦。延寿国师慈悲啊！这篇文章啊，是教学华严的人要按怎才会回过头来明心见性。你看望真还原观，你若是明心见性了，你啊必须将望甲断尽。望指的是什么呢？华严经上讲的啊，妄想啊、分别啊、执着啊。你只要将这三物件放下，你就明心见性了，你就还原了。这个话啊，讲起来是真正容易啊，做起来是真正困难啊。执着你敢会当放下呢？执着都未当放下，分别就更加免讲咯。啊，上界迷失就是妄想，妄想是起心动念。起心动念这四字，啥人听有啊？咱听到了，那就是捌，其实完全也是毋捌啦。我学佛57年咯，就起心动念，大概是30年了后，才有一个印象。完全毋知影讲啥物叫做起心动念。你如果我家己起这念头，这念头善，那念头恶，不是啊，完全错了。啊，看到弥勒菩萨，啊，释迦牟尼佛的对话，啊，真正弄清楚、弄明白了。啊，释迦牟尼佛
问弥勒菩萨，原来凡夫心内有念头，就是我拄只讲的，咱动作善念，哦，方法离心啊，动作恶念啊，贪嗔痴慢，动作念头啊，这个念头啊，时间无长，动作念头，我就用这个来问。这个念头，这个念头里底有几个细念？这个、念头真粗啊！这个粗念里底有偌多个细念？几个细念？几个念？几个形？几个色？这问个真详细啊！让咱啊看到这个问题啊，哎。这个念头来对啊，要有色念，要有形，要有色。形是什么呢？形是物质境界，色是精神现象。啊，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是对咱的极色、微色念头里面发生的啊。啊，弥勒菩萨回答的啊，其实是你甲人讲的啊，佛哪会讲唔知影呢？佛提出这个问题啊，叫弥勒菩萨讲给咱听。弥勒菩萨是唯识的学家，专攻唯识的，伊对这代志非常清楚啊。伊讲一旦止。一旦至时间真短啊，32亿6000年，念念生形，形界有色啊。啊，我也要去找同学，甲咱算看卖。现在人是用秒做单位，一秒钟啊，会当啊断几摆咧？大概会当断四摆，断四摆。一秒钟，一秒钟成事咯。一秒钟有偌侪细念，咱会当讲一秒钟，咱有四个初念，就是咱现在讲的念头啊。一秒钟会当起四个念头，每一个念头32亿6000年。啊，一秒钟内面都有啊，1280条的念头，1280条，一个微细念头，也就是讲1280条分之一秒，这叫细念，这叫念头啊。啊，这个念用啊现在科学的名词来讲呢，就是波动啊。叫极微弱的波动现象，咱凡夫唔知呀。不但凡夫唔知，阿罗汉也唔知。《大乘经》内面讲啊真清楚，到什么时阵才知呀？八地菩萨啦，八地菩萨见到阿赖耶咯，这就阿赖耶最微细，阿赖耶业相。业相就是波动啊，人讲无始无明，无始无明就是这个波动，无是还未开始啊。你们认为讲为什么有这个波动？当时有这个波动，这个波动在哪里出现呢？你们问这个就害了。为什么呢？伊是妄想啊，伊不是真呢。你唔能够当真的啊！你唔能去咁问啊！你无问无代志，呀！你一个问就害咯，一个问就错咯。你啊，将问题愈重愈复杂，复杂到最后袂当回头，这就是咱六道凡夫袂当回头咯。卖去差别啊！什么代志拢无？
所以这个刀王是阿赖耶的业相。佛家不是在问呢，几个形，几个色，阿赖耶立刻啊，就变成转相。转相就是见分啊，见分就是分门的这个色啊，这个是生命来源啊。几个形呢？形就是三世相里面的境界相啊，就是啊，人生万法有条现前啊，就是一念顿现，拢实现的啊。时间太短太短了，你还知影讲一秒钟的1280条啊？啊，你就知影讲伊偌细啊？你知影这个这宇宙是安怎来啊？生命是安怎来？在这现象内面现的什么境界？诸佛如来十宝庄严土啊！伊啊，只有三世上无六初啊！啊，咱搁甲问咧，哎，什么原因有诶咧？当时有诶咧，好咯，这念头一个起来，六初出现啦！六初第一个叫地相。这个地是什么？地色啊！啊，头前的三世相拢是属于地灰，不是地色。为什么？伊无分别，无执着。你一个问讲，当时起来，什么原因起来？这是属于啊地色啊，地相灭了，愈灭愈深。这念头一个起来，是无中央土无去了，是无中央土变作属性法界了。就是声闻啊、音觉啊、菩萨佛啊、四乘法界啊。那搁再一个去执着，好了，迄就搁变作六道咯。严重的执着就变作三道咯。有就是安尼来啊。所以佛讲了一句话，讲得真好啊：一切法从心上生啊。也咱一个世界，甲诸佛如来的是不妥，有甚物差别？一点仔差别都拢无啊！啊，只要你将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了。当下就是十宝庄严土，就是极乐世界。这里面什么灾难都无，那十宝土无灾难，四乘法界里面也无灾难。为什么？四乘法界是净土啊，伊有分别，无执着，无执着。伊无善恶，伊有两净，伊是净土啊。对六道来讲，伊是清净，伊是净土。六道是两土，两污是秽土啊。六道内面啊，有善有恶。啊，一切美好的境界是天上天灵福无多，再有三星先变现的啊。叫三善道，你修仙，你感到善业的果报，无团念变啊！啊，你心不善，起心动念，自私自利，贪嗔痴慢，哎，是啊，这个是不善啊，不善就变作下三道啊。所以咱知影讲，疾病对倒位来，今仔日天灾人祸对倒位来，是咱居住伫即个地球上这众生，起心动念啊，言语造作啊，
不鲜艳的干调，是安尼来啊？所以啊，佛拄着众生有灾难，讲办工作啊，主要知影，伫佛经上讲发挥，啊，咱现在讲发挥，人会产生误会。咱讲办工作，真正释迦牟尼佛一生，当你在世的时阵办工作办了三百多摆，啊，刚经教学四十九年啊，办工作是甚物？从这些道理、原理、原则啊、方法、效果，详细甲你讲出来啊。讲出来了后，咱每一个人啊，感悟，就是咱不善业所感的啊。那要安怎呢？断一切恶，修一切善，问题就化解咯。所以清净心，那讲是有从那边来咯。利用清净心，清净心未去感染，啊，你的心若无清净，就会感染到疾病啊。依家你这个方法，啊，慈悲心会当啊化解一切万毒，心地真正是大慈大悲，充满着纯净纯爱啊！啊，一切细菌啊，侵犯你的时阵，你袂感染，你该化解咯，无需要去外口去找药啊。这个物件在近代的时阵啊，有人做实验成功咯。恁看到大陆上啊流通的山西小院啊，那是严重的啊病毒癌症啊。这个得了癌症的人，病的医生检查过了后，讲因的寿命就加一个月到三个月无得医啊，放弃治疗咯。啊，这个人是合乎咧，我哋讲啊，无办法通医咯。寿命也只有这只长尔，只有几十天的寿命尔尔。转去了后啊，万念放下，一心念佛啊，求生净土。唔知影讲啊，伊还佫有寿命咧。啊，万念放下，一心念佛啊，念到一两个月，伊癌症啊拢无咯。三个月了后，佫再去检查，鼻感觉讲真奇怪。啊，从三个月以前的这个 X 光片甲提出来看卖，真正有，怎样现在无咯？啊，就问伊讲，你用什么方法去治疗？根本都无治疗啊，达康念佛求生净土啊。这个都是佛的经上甲咱讲的。你从念头甲转过来，你啊身体内面，若有病毒的细胞。伊就会恢复正常，意念啊，佮也恢复正常，是这款道理。所以呢，这传染病会惊袂，愈惊伊愈害。为什么你真容易去感染吗？啊，你用清净心，完全莫去插伊啊，断一切恶，修一切善，恶就是啊，十恶。善就是十善，啊，断十恶，修十善，就会对治传染病。你明白这道理，咱啊身体有真多这个病痛，你像业障啊，什么病因啦，啊，是过去生中的这个业障。俗业啊，现前有一寡病的病因啊，是即个一生当中，家己的生活无下规律啦、啊，所以暴饮暴食啦，你感染没有？也唔管是过去也是现前呢，总共一句，你知影这個原理？一切法从心上生啊！
心主宰着一切法，好教咱呢，真简单的两句话：焚烧戒定慧，熄灭贪嗔痴。贪嗔痴叫三毒啊！你有贪嗔痴，来有三毒，外面啊就容易去感染着病毒，真容易感染。内面啊无贪嗔痴啊，无这个病毒，外面啊有病毒袂当个侵入。伊袂感染，现在讲免疫啊，无贪嗔痴的人，什么疾病伊拢袂啊去这个感染着啊，感染着啊。啊，所以这个疾病的消毒啊，传染病的消毒啊，是真的啊，不是假啊。你那是心地清净，大家啊拢感觉真快乐。无忧虑，无牵挂，你的寿命就会寿真长。啊，寿啊是长的意思啊，寿命真长啊。啊，这个长是什么？健康啊。寿命长，若是讲无健康，活个真辛苦啊。啊，不如较早来去啊。为什么？老苦啊。啊，老快乐。未苦啊，这个用，这是啊，真正福报啊！啊，老真苦，活个真辛苦，迄不是福报啊！为什么？苦也无受完，也得阁继续的受苦。老而不衰啊，老而健康啊，这是福报啊！啊，寿命的长短，真正也是过去生所修的业报啊。寿命有长短，时阵到了，你袂当无走啊。时阵还袂到，想要走，拢走袂去啊。就是念佛的人，念佛的功夫到了，但是啊，你还佫有寿命。你想要往生也未用呢，到你寿命到了，佛才会来接引你啊。可是寿命确确实实是会当延长的啊！啊，咱伫台湾的同学大概啊，拢有读过《了凡四训》。了凡先生啊，甲咱做了一个真好的榜样，改造了命运。伊的寿命只有53岁，伊也确实啊，求好求慧，求利禄，伊无求长寿啊。伊啊，真正是所求必应啊。拢有感应，拢得着了。无求长寿，伊寿命延长。伊走的时阵74岁，伊的寿命延长21年啊。伊啊，晚年真自在，真快乐。伊晚年无受苦。所以这是福报延长咯。虽然寿命到了，伊福报啊也未享完，伊就继续慢慢过来享。享到74岁时阵，伊才走去。这道理，咱学着了后，要后紧的是爱会晓用。用在家己的身上，用在家己的心上，你也就真正得受用了啊！吉祥安乐啊！净化兴隆这句话非常重要。净化是什么呢？圣贤的教诲啊！在这世间兴旺起来了。大家人拢伫咧修学啊，
这个所在国泰民安啦、啊。现在讲资源丰富啊，什么都无缺乏，人民啊安乐啊。真个钢筋个效果啊，是真个，毋是假啊？为什么呢？伊教人开悟，教人断恶修善回头啊。对恶回到善，对美回到恶，对凡回到性。你讲这地区一定有多大利益啊？第二条，夫心何乐业啊？这是什么？文不罢官。有做国王的呀、啊？国王是你国家领导人呐、啊。即系辅助文武百官，何乐啊？咱现在所看到，咱看现在即个世间呐、啊，而且国家内面文武百官是何乐嘅？家和万事兴。伊袂好啊，伊就有争执啊，有斗争啊，有斗争，伊家己痛苦，社会袂安定，人民也苦啊。伊为什么好？接受正法啊，接受圣贤的教诲。大家拢明白，拢将贪嗔痴慢放下，拢学习啊，修学道德啊、仁义啊，那也袂好呢。啊，学习圣贤的教诲，诶，这款的道理啊。所以为呀、啊，六有国土刚衰出京啊！你看，这互相待心，何也无精？王所敬爱，安稳洪乐啊！随心所愿，皆得满足呀！你讲刚吉的利益偌大？因那里社会动乱？整个世界离出大战了后，这怎么年代联合国就注意到这个问题，召开世界和平会议，总的目标方向是化解冲突。这是国际上的冲突太多太多了，化解冲突，促进社会安定、世界和平，这个目标好啊！对七十年代到今年37年了，每年投入的人力、物力、财力，真正是啊不计其数。我参加了10几次，我就了解。这专家学者，我是啊由衷的佩服啊！也因是真正想要解决问题，可是找无方法，所以这多年来，会是当年的开，不断的开。可是这个世间的冲突频率当年上升，灾害是当年加重，
比较最近这几年，这专家学者对世界啊和平啊拢产生怀疑咯，信心无咯。所以真侪人相信啊，世界末日啊，这个问题严重咯。我伫这大会里，前后啊大概啊有十摆，我做主题讲演，我将咱的中国5000年来古圣先贤治国平天下的道理，向大会做报告，这些人听着真正欢喜啊！无人讲价啊！可是会后呢？问到底咧开讲，到底咧食饭，竟然就问我讲：“法师，你讲啊真好，就是理想啊做未到啊！”我听了这个话啊，哇，真正是会惊。为什么呢？啊，这批人。是世界上一流的专家学者，对这个世界安定和平的信心丧失了，这麻烦就大了。是出世间一切法的成就在信心吗？第一个因素就是信心。现在咱的信心丧失了，未过的37年，这个世界这种会议啊是愈开愈乱。啊！咱想到《华严经》上所讲的“身为道源功德母”啊，中央一切诸贤君，信心无了，也别安怎？哦，这些人搁在恢复信心呢？这是啊，这是当前呐迫切的一个问题啊。所以我就想讲。那是咱无做一个实验，可以看，伊的信心真正升未起来。所以我就想讲，找一个社区，找一个小点来做实验，将中国传统儒释道这三家的这个教学重新来试一下看卖，看是不是有效。哇！迄、那个时阵伫新加坡、伫马来西亚、伫印尼、伫澳洲，拢想要做这个实验，因免无成色啊！真正是真痛苦啊！2005年，我回去故乡，我70年唔爱回去。回去故乡来看卖，从我伫国际上遇到这问题，也甲厝内家乡家亲这父老兄弟因啊，讲起啊，因听到了后啊，真正欢喜啊，甲我讲转来来做啦，愿意伫咱的故乡来做一个试点，我想这真难得啦。有这好缘分，那我就开始来做。用什么物件呢？就用儒家的《弟子规》进门做普及教育，选一个小镇，一个小镇12个钟头，有一条街12个钟头，居民48000人。啊，阮做这个实验，就是用《弟子规》伫这个来普及。啊，这个小镇，男女老少，各行各业，做这个做，做成功了。这五名中国传统文化的教学，不是理想，是可以实现的。这个做够了，而且真短时间，
我本来想讲的时阵，应该是两三年会收到效果，无想到讲是三四个月啊，就效果真正好啊。所以，好阮啊，伫2006年的十月，伫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内面，阮就开发表会做报告。用全世界报告，而且是又做了三天的展览，成绩足好的啊！回后，主教科文组织190个国家的代表，大多数拢希望来一趟地来考察来看卖，就信心提升了。所以这实验到今年都好是三年啊，确实啦，造成着真大影响，伫国内有影响，伫国际上也有真大影响。所以现在你看这个南洋，而且我上去的所在，马来西亚、印尼、澳洲拢想要做啊，也想要做一个试验点，慢慢再过来扩大。好神好夜无精啊！你看咱做的小店，这个小店啊，居民好夜无精啊。所以人民啊是教会好的啊。咱这个实验证明，三字经顶的一句话：人之初，性本善。证明。人是有良心的，无人教呢，伊良心没咯，唔是无啊，是没咯。哪有人教提醒伊良心，马上就发现了，良心发现，伊就无愿意做歹代志啊。伊做歹代志，心不安呐、啊。所以伫这小镇，这小镇以前离婚率也真悬，即卖无离婚咯。大家新妇，冤家，袂好个啊，真多啊，即卖无咯。大家新妇即卖是。真好斗阵，厝边为了咱小小的代志，几争执冤家，现在拢无了。社会风气改咯，加出来啊，互咱感觉到人民安怎是遮尼好教？可惜就是讲无人教，你一个教，伊就回头了。所以这个给我们带来信心了，给我们带来了勇气，让我们知道说这个是说得通，会做得通的啊。所以啊，这个地区，这个国家，常常将这圣贤、伦理、道德、因果的教育，普遍来个宣扬，在现在容易咯，可以利用媒体啊。那讲伫电视、伫网络，逐天啊，会当有两小时咧上课啊，全民教育。我相信，这个世界只需要一年，天下太平，全世界社会会当啊恢复安定，恢复到和平。今仔日咱这个。社会最快乐是什么？老师啊，教导圣贤，伦理道德因果教育的师资快乐，
是不是真正缺乏呢？不是真缺乏，对嘞，师资会当培养啊，而且咱伫短时间的当中就培养成咯。我相信真正若要做呢，半年就会当讲培养真好的弟子规的老师，感应篇的老师，实信业都的老师。有这三种老师，人数免多，每一种啊有十个人就有够了，就会做到天下太平。儒有十个老师，道有十个老师，佛有十个老师，这个每天在电视台啊，会当讲三小时，一年这个这个社会动乱的现象消毒了。真正人民安乐啊！都一个地区做实验，这个地区啊，就啊救着全世界了。会救全世界，你讲有偌大福报呢？这个虎上大神。何也无精，王所敬爱啊！这是朝廷啊，咱讲政治内面的和谐，现在讲政治人物的和谐啊，这是社会幸福啊，国家的幸福啊，安稳丰乐，随心所愿，该得满足啊。现在讲忠诚的这些人士，因啊所得到好处啊。第三，看人民，国人富受益。国富人修。咱看这个文，为留有国土，刚说出京，这三门弟子及国益人民，修行净化，多所利益，寿命延长，富益安乐，有助福田，悉皆受利呀。这是全国人民啊，得到利益，这个国家。讲圣贤之道啊，咱伫即地讲的佛经，现在讲普及，人民的伦理教育、道德教育、因果教育，所以中国自古以来都是普及这三种教育，所以几千年以来，中地久安呐、啊。真正是国人富修啊！这个注意读中国历史，你就会当去看到。啊，三门弟子是出家人，因恭敬教学，自行化他，也都是咱头前讲的师资啊。儒的师资，道的师资，佛的师资，这是普及全民、普及教育。教学的分量无多，虽然无多，但是每一部小经深讲无边际啊！伊是一切经论的精华啊，浓缩成典故啊，予一般人容易来记忆。
容易是行，才会当收到效果啊。所以这是全民教育啊。中国古代时阵学校真少，外国什么呢？外国家教啊。为什么呢？每一家都有学，都有学校。这个学校的机器啊，叫做私塾，塾就是学校啊，私塾啊。每一个家族，因啊拢有学校，为什么？伊要教伊的子弟啊。中国较早的家，甲现在无同款咯。现在咱讲到家，人啊无什么办法去体会到啊。什么叫做家？家的重要。中国的社会是几千年的太平啊，家的贡献是上大。家，伊是啊大家族，五代同堂。所以，若是去看家谱，你看一行就是五代，迄、那个五代啊，都是一个家族。到第六代，因为人太多了，才过来分支，分去别个所在去。伊迄个过伫五代，所以大家族人少的也有一两百人，年龄兴旺的也有六七百人啊。这款的家族真多啊，所以啊，伊必须爱讲究家道。家规，《弟子规》是家规，大家人拢会学。这最未讲有一个人违反，引导才会好啊。所以家和万事兴啊，拢爱守这个规矩啊。袂用你违反呢，家的法律啊，即有家学爱家业，引导内面种些事业，代代兴传啊，即社会安定咯。啊，中国呢，伫政教内面，政府教导人民去重视。家学是每一个家庭自己去办的。除这以外，有私医，这是家学的扩张啊，是一种专门教育跟社会教育，是帮助大家提升，就那就是大学研究所同款呢。大学一般拢是小学啊，结果亲像到中学，加一寡四书五经，所以就变成研究所了。固定的学校，就是以前的制度啊。当时有西医，西医是佛陀的教育；有道观是道教的教育。有城隍庙，城隍庙也是上道教的，啊，因果教育啊，先有善果，恶有恶报啊。人民普遍接受这种教育，伊敢敢做一款歹代志呢？不但唔敢做歹代志啊，伊连起一个不善的这个念头啊都唔敢咯。为什么呢？起一个不善的念头。对不起良心，对不起圣贤啊，对不起祖先啊，这个伦理道德约束，不敢去做坏事，这个因果教育啊，行善得善果，做恶得到恶报啊，所以啊，伊不敢做坏事啊。这个社会就安定了，无去做歹代志的人啊，
所以做官的人，伊真正享受啊，伊无按通好办呐。也古早时阵，咱甲看嘛，真侪在做官，无代志做就游山玩水啊，啊写文章啊，留落真侪即个私塾和后代，伊无按通办呐。那有亲像现在呢？现在做官是苦不堪言呐、啊，都是行业上艰苦呢。我是冷静甲观察，做官这个行业上艰苦。所以我这个行业，年轻的时候，蒋家大师替我选择的，我非常的感激伊啊。为什么？这个行业真正是上该快乐的。彭东立先生讲，人生最悬的享受啊！我感谢老师教我行这条路，这拢是想未到的啊。所以出家在家啊，各行各业拢学习圣贤教诲啊，拢学习因果教育，修行正法啦。伊所修的、伊所行的，拢是正法。这个正法就是拄则讲的伦理、道德、因果啊。大家人拢学这个，也就有所利益咯。你起心动念，你袂违背伦理的关系，伦理是道啊，袂违背道。你的孝顺父母啊，你的尊敬长辈啊，友爱兄弟啊，也教化儿女的一代啊。大家人想的也是这个啊，念的是这个啊，讲的是这个啊，做的也是这个啊。这个社会哪会讲袂安定呢？利益就太多了，为什么人跟人相亲相爱啊？互相尊重，就比亚利。尊人三教拢是安尼教呀，甲人相处，家己谦卑，尊重别人，关怀别人，照顾别人，尽心尽力啊，帮助别人，伊无想着自利啊。每一个人拢是这款的想法，这个世界啊，偌美好的啊！也现在这种教育无了，无了，迄就反其道而行咯。也现在人起心动念是损人利己。较早古早时阵的人。接受伦理道德教育的人，伊起心动念是损己利人，修福啊！家己的一生发达，无法的本身决定法的利顺。所以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啊！即讲因果，儒家讲的因果，即不善之家必有余庸啊！啊，所以修行正法，利益无边呐、啊。寿命延长，就是当年之利咯。为什么？以心先。伊心清净，也伊无恶念，
伊无恶嘅行为，寿命自然就增长延长咯。啊，福益安乐，啊，福是福禄，无论是物质生活、精神生活，伊肯定福禄。为什么？伊能施舍，伊下载的大富，伊能施法的智慧，伊会帮助苦难的人民，伊得到健康长寿啊！所谓救苦救难啊，这是啊无微不至啊，果不是健康长寿。人人拢了解咯，人人啊，拢啊，专心专力来修啊。所以，财富、聪明智慧、健康长寿，伊拢得着咯。伊的生活哪会讲袂安逸呢？哪会袂快乐？无处福田，识得修立啊！修是修学，立是建立。多一挂福田，我伫经常甲人讲诶，对父母，爱敬孝道啊！就是福田的基础啊，福田的根本啊。种福田头一个是对父母啊，第二个是对师长，咱的生命得自父母，咱的智慧得自老师，这才是爱报的啊。然后这个报国家的恩德啊，无国家，你啊都无保障啊！你的社会就袂安全咯。所以国家都啊，互咱就是安稳，社会安定，社会秩序。这都是福田啊，对哦，人民，人民对于咱拢有恩德啊，啊，咱日常生活当中，多一项业对咱拢有贡献，欠一项，咱就感觉袂方便了。所以各行各业，对咱这一生来讲呢。拢总啊，拢是有温德的啊，低温不温啊，这叫做恭敬福田啊。佮看尾后这条，第四法师助利利他业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恭敬啊，教学的。啊，儒家教学加地主规的也是法师，因为地主规是法啦，是儒家根本法。啊，甘明篇是道家的基本法啦，十善业道经是佛门的根本。所以，学习、弘扬，这拢是法师啊。法师这两字的意思是以法为师，自学啊。我家己学习，然后将这个法传给别人，教导别人，这叫法师啊。所以，伊有助利利他的利益啊。
喂呀，若有国土刚说资金，技术经济林，一切事中身心调适，这是真的。所以，诸位同学，无论是在家出家，你若想真正得到佛法的利益，我这一生的经验，无别项的，将家大事教我真早。我26岁接触到佛法，但是那像接触到佛法啦，两个月我就有缘甲老大人熟识，也伊迄年是65岁，伊是68岁完结的，我第三年，伊大我39岁。我甲伊看做是我的阿公同款来看待啊，伊啊劝我有释迦牟尼佛，甲我去读释迦弘誓、释迦谱，都是啊古人写的释迦牟尼佛的传记，用释迦牟尼佛学习。我才知影讲，释迦牟尼佛一生从事教学的工作。知影伊19岁离开家庭出去求学，30岁开悟，甲《论语》内面夫子子说的啊，真正上师。孔子讲。以15有志有学，30立立，30岁伊有成功咯。释迦牟尼佛也是30岁开悟，悟了了后啊，就开始啊教学咯。所以老大人30岁开始办班教学，方法立身，还一直教伊啊完结。伊是79岁完结的啊！啊，咱中国人是讲夫岁是80岁啊，79岁。当今说法49年，当时张家大师就希望我行这条路。大师完结了后，我。有佛的根基啊，是张家大师帮助我奠定的。伊走去了后，我请问李炳南老居士，对老居士10年学经教，33岁啊，出家就行这条路了。啊，真正是啊，落实了世尊一生的行业。恭敬教学到今年50年了，经常讲的利益是一切事中身心调适，这个我做到了。为什么呢？大家拢未离开经论啊，也就是每天啊，无离开佛菩萨，大天甲佛菩萨做伙啊，大天听佛菩萨的教诲，所以伫日常生活当中所做有的，有啊快乐的代志，嘛有真麻烦的代志，但是啥物呢？拢有佛菩萨指导。就是经典的指导，予我平安的度过去。
而且在这里面吸住经验啊。增长智慧，提升境界。佛法里面所讲的欢喜充满啊，相信欢喜心。佛祖所讲的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这个话拢得着了。所以，如学如欢喜，如学如自在，如学如有信心。当前这个社会在变真多啊，咱那一边不得圣贤的教诲，咱看得真清楚。那么知影讲要安怎渡过这个难关，要安怎来帮助别人渡过难关。现在整个世界确实，予真侪人丧失了信心，认为讲这世界无救了。因啊，真正想袂出啊化解冲突的方法，可是呢，这是一个目标，一个方向，用科学技术去观察，无回头的。那讲我倒转来看老祖先解决今仔日社会问题，方法就有了。这个话也不是我讲的，我先讲的，是英国藤文碧博士伊在先讲出来，也咱也袂当讲无佩服伊啊。伊讲解决21世纪的社会问题，都是眼前呐。冲突是任何，除这以外，所谓自然灾害是天灾，天灾任何啊，这是21世纪的社会问题啊，严重问题啊。邓文碧博士伊讲，要解决这个问题，只有中国孔明学说甲大乘佛法。我在佛法里面57年的学习啊，哇，肯定啊，藤文碧博士所讲的话是真的，一点也无假。那是讲会当用儒释道三家，这个啊基本的教诲，普及全民教育。我的想法绝对未超过一年，将它化解了。那你一般人的怨气啊，消毒了，社会安定，世界和谐，是真的不是假啊？做会到不是做未到的啊？啊，那面对着全世界。全世界的宗教真多啊，大概上多是美国啊。我听讲美国差不多将近200个宗教。啊，美国是自由开放啊，咱去注册啊，立这宗教拢会准的啊。但是咧，世界上大家拢公认咧，用有信徒上多啊。是6大宗教，面对全世界
那哪公只提中国卢锡多，别人心内就不平咯。所以咱也必须将这个大爱的这个宗教，因为连接，因为兴奋，也都爱个记录出来，做回来普及，全民教育，即大家拢真公平咯。啊，亲像这个基督教、天主教、伊斯兰教、锡克教，现在要巴哈伊教、犹太教，这些拢是用信徒读书呀。啊，因为典籍内面有真正最好的圣训，甲儒释道。基本教学是真正相似、真接近的，也都能解呀，算出来变做一本册，和现代社会人生必读啊，来向全世界推动全民教育，咱相信，化解世界。种种的冲突，促进社会安定，世界和谐，这不是理想，是会当做会到的。当然是都要靠咱的努力啊！咱若无努力，家己啊，促成，也还阁是有困难。该在啊，这几年咱所做有一点啊成效咯。有一点仔经验，我虽然有较侪下咯，啊，恁大家拢知影，这是佛菩萨上天，给我一个真好的身体，我也过会当啊，为这件代志，过来去努力几年啊。那公司得到三宝的加持，各个宗教的神明的保庇。我相信会当伫三年当中促成世界宗教团结，世界和谐就会落实咯。对倒位做起呢？这诸位同学必须要知影，对家己本身来做起呀、啊，一切是一种身心调息啊。对家来做起，佛常常咧教导人，诸多利休则令导人呐、啊。家己无多，你会当导人，没有失处，无这个道理啊。咱对对做起咧，还对地主归做起，地主归是。根本的根本，哇，讲真多了，也讲真久了。咱佛教呢，所以到今仔日这款的现象，原因啊都是咱啊下起戒律，无戒律就无佛教。无理就无如，无因果啊就无道咯。所以咱对根本来做起，大心家己爱认真落实《弟子规》，落实《感应篇》，落实《十善业》，咱啊一定会伫一切事中身心调息，诸多啊！咱要发心想求往生极乐世界，决定得生。只要这三个观念扎牢了，为什么呢？那是啊，经常讲的诸上善人故会一处啊，有这三个观都是善人啊，都是经常讲的善男子、善女人啊。哎，哪会讲未生净土的道理呢？诸人民众啊，增加修护，
自悲平等，心无伤害。这是讲共经教学，即系做老师的人，伊家己大声爱做教，佮会当教化别人。一切是一种身心调节，这是家己得到的利益。下面是教别人，你会当讲普遍推动全民教育，增加收获，就是讲扶持你的人会真多，大家人拢向善咯，大家人拢爱善咯，你搁再行善道，你会得到人民的爱戴啊！啊，得到群众的啊尊敬啊！你是一个好老师啊，大家拢来向你学习。自悲平等，心无伤害啊！也咱家己做够咯，咱会当感化别人啊！哦，整个社会一切众生拢发自悲心。对待人是啊，平等对待，互不相处啊。啊，无共的族群啊，无共的文化，无共的宗教，拢会做到平等对待，互不相处，天下太平咯，心无伤害。本来对人无伤害，对一切众生未伤害，对花草树木、对山河大地啊，拢未去个伤害。现在社会注意怎样科技发达，破坏自然生态环境啊，也就伤害大自然啊，伤害大自然，大自然会给你报复啊。这个不好，就是现在所讲的自然灾害啊！自然灾害是大自然对于人类破坏的一种报复啊！啊，咱无破坏大自然，大自然就无灾害。这来了解啊，这真有道理啊！一令一切众生诚心归用，改邪修习菩提之行。要用这两句来做总结，灵是得到，你会得到一切众生诚心诚意，用你学习皈依仰慕，以真诚心来以你为师，向你学习。学习什么呢？学习菩提之行。菩提是梵语，意思是感悟，也就是佛家常讲的，也咱家己感悟回头段落修仙，咱袂帮助别人感悟，这真重要啊！帮助别人，你看佛陀教化众生，伊老大人一生所实现，是以身教为主啊。言教是佛陀啊，这个重要啊！特别是伫开头，对有初学，一定爱做出一个模样来互人看。佛陀当年在世啊，伊言行举止有灵界记录落来，
就是戒律，就是威仪，伊拢做够了，一点啊都无勉强啊。这是什么呢？这都是学为人师，行为示范啊，甲一切众生做好模样，唔通做歹模样。爱做好模样。头前咱讲到四德，四德内面第二条，威仪有节啊。这都是甲世间人做一好模样，做好榜样啊。因的思想。见解言行有缺陷，咱若要安怎帮助纠正，做出来互伊看，然后啊，即用言教啊，人就看到你的好模样，来向你请教，啊，你即好好甲教。所以啊，用身教来诱导，来启发你。研究的完成伊，成就伊，好似用这种方法，这是圣人啊！我常常讲，什么叫圣人？家己先做够啊，然后再来教人圣人啊！什么叫做贤人呢？贤人是家己讲到，讲到伊会当做够，这是啊，贤人啊！啊，第三种就歹听咯。一讲教啊，做未教，那就是讲叫骗人啊！啊，所以把人也不好啊。为什么古圣先贤也教化？那影响了东西，也影响到后世，影响到三千年的今啊日。这大的影响力是靠什么？无别项，伊做教。伊所讲的啊，全部拢做到，无一个做袂到。做袂到伊袂讲，做到则讲啊。这点啊，咱都要学习，咱来认真努力的去做啊。做到了后，再来讲，影响力就大了。家己讲给人听，讲个天花乱坠，家己无做到，别人会甲你批评。你会想讲未想做，一线都唔得啦，那就未过你啊。所以咱学圣学贤，先爱家己做圣啊，做贤，努力去做，对对做起，对地主归做起，对革命篇做起，对实现业都做起，真正爱认真做，然后在家也是同款，会当学三昧六义。三米六二在家人学，如果是在家人四个军是四平八稳的，你有这四个军，会肯定不断向上升，向上升就是大圣大贤啦。这一生无白来，这一生真正是行向佛道，也完成佛道，这个机会就在咱的面前啊。看咱家己是毋是肯做，真正肯做就会圆满。啊，现在时间到了，啊，即摆咱这个五工呢，到阵来学习，啊，咱到即地是一个阶段。下一摆来，咱再阁继续研究后面详细这六条。啊，多谢大家。